什么？你要做这样。你们平常有什么运动的习惯？运动的，因为你们都很瘦，去健身房，健身房做运动，一定会去。哦，一点点。我喜欢吃很多，然后还这么瘦。哇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秘密。啊，OK， 好。那他现在最喜欢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哦，寿司，哦，真的。火锅最爱的，牛肉面。加香菜。牛肉面有加香菜吗？黄油炒手，还在猜，加一分，黄油炒手，天娜喜欢吃辣的，喜欢，然后贝娜不吃辣的，中文哪里是？是的，最爱的学校耶，是的，老师们，我还在。对，佳娜还在念大学，贝娜念语言学校。注音符号不会，注音符，拜拜。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完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。